钱就是你的。 好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哎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啊，听说胸大的女人不怕疼，打不怕，是不是？对呀。疼不疼？疼不疼？不疼。这么说你胸很大喽？啊？哇，真的假的？ 不要灰心，你迟早也会遇见一个像他这样的一个女人，她很漂亮，也很温柔，她不需要你有车，更不需要你有房，别逼逼了，别逼逼了，给钱！老婆，我伺候，我伺候。